这头都是绿色。你咋下午刷起去？怎么见的？把你咋撒点开了？是方便白天？不是说方便，我肯定没有吃。是年轻的东西。猪手怎么很廉价？嗯，太小了，这个。你们家是三个人住的房子？才换了一张。凑方便，人家吃方便是图方便的，你也这么想说？我只想什么？